See ya. See ya. 一块见。好，右转，这里是阶梯，快点，迈，迈腿，最快。我谁啊？哎呦，那个人是来了，谁啊？谁来了？谁啊？哎，这个是谁啊？就是傀儡，徐志胜的傀儡。徐志胜哥吗？志胜哥。老师好。徐志胜给大家连麦。啊，徐志胜。所以可以打开吗？哎，老师不好意思啊，那怎么？哎呀！哇哇！徐志胜，真的很想见到大家，真的爱你们，真的很想见到大家，真的爱你们。哎呀，杨迪得了吧你！杨迪，迪吗？我也太快了吧，这个声音太明显了。迪哥真没意思。丹姐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我一大早弄头发弄半天。一秒就结束了，真的没意思。把眼镜戴上，赶紧戴上，挨个辨认一下。迪哥，哎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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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老师好 ，Hello， 哎，董媛姐 ，Hello，Hello， 这个我知道，知道。英语啊，是，这个他们组合。你好，你好，陈宇，你知道他吗？模特嘛，对，知道。我其实认识人挺多的，就木野没见过，董媛也没见过。你还知道名字？知道呀，我肯定比你知道的多吧。陈军，你知道吗？天哪，我还跟他拍过戏。我以前是演员，只是没演出来。这两位我更认识，这两位简直了。我跟迪哥之间有个很奇特的事情，就是自热锅事件。请可以那个开动了。好。因为可能录综艺就是会有一个稍微比较打双引号的名场面，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会自己给自己一点压力，会有点紧张。今天中午我跟梦梦做饭，你有啥特别想吃的吗？不敢。不是你误会。没有，我们正好中午要做菜，你就自热米饭就行。哎呀，别哥，我们现在全家也不敢吃那个。没有，太冤枉了，扔掉。太冤枉了那事儿。没有，没事，反正你想想，我们去超市。要不要出去溜达溜达？我不溜达，为啥？我是一个懒货。行，那我们去买了。行。我们选几个零食给他们吧。牛肉干他们会不会想吃啊？可以啊，买点呗。这个袋儿大。行。这个。哦。要不要拿两袋儿？一袋不够吧？没事儿，再赚钱吧。我买了点牛肉干儿，是吗？什么牛肉干啥的？我请客的牛肉干，我们钱赚钱了。不吃。迪哥。迪哥，你快吃一个吧，因为早舅舅 CC 没有，不是，明明没有的事儿被你们，我们去做菜，加油吧，加油，做好吃的菜，对，为啥？我去他们家，就一个节目之前，就是 CC 当时那次说那个自热锅，说那个自热锅，我听到那三个字儿。我害怕了，就是我们都去那个 CC 家录过一个家务男的那个综艺，然后就是去他家里做客，然后刚好是我上一期去的时候在他家做饭，然后等到迪哥去的时候，没有，那天我觉得可能确实也太着急了，然后那天那期的主题本来就是让你爸爸下厨，就是突击任务，然后突击任务让他爸爸下厨，他爸爸本来就不太会做饭，然后为了让那顿看起来好看一点，他们就是自己找弄点东西，家里有自热锅，然后我们就给弄出来，确实是招待不太好。嗨，但是有些营销号就解读，就说别人去他们家就是大鱼大肉，我一去就是自热米饭啥的，说我不待见我什么，确实真的没这事。
自己可能没想那么多，一点没觉得。我看到那些事我还给他说，我说希望不要影响他自己。对，迪哥还私底下给我发微信，我说有机会我们碰到应该怎么吃个饭啥都没约上，今天我们做饭了，好好招待，大招待，大招待。我们去做菜了，你们好好聊，我们去做菜了。很冤枉。上次那个节目确实有照顾不周的地方，经过一年了，自己也得有一些成长，也可以好好是不是做个菜招待一下人家。虽然说我厨艺真的很差，但我就努力的做好这个菜。吓死我了！小心点哦，有点崩。我来。你给他那个袖子吧。我来。打仗一样。本节目由含有 1.6 倍鲜活营养的经典冷藏鲜牛奶独家冠名播出，鲜奶喝的就是鲜活营养。桃花坞第二届趣味运动会正式开始。一二，我。一二三，不能。你完了，我告诉你。一二三，不能人。打嘴了是吧？若是我梦姐有事儿，这个运动会都别给我办了。没啥人喜欢我呀，我又要长相又要和，我这弟弟也不错啊。哎呀，双亚轩的快乐我要体会一下。欢迎来到桃花坞的百万富翁。怎么知道啊？这些选项让我崩溃了，你们这人身攻击了。这主要是对你人性的考验。我觉得这个太不公平。坐不了车啊，坐不了车。哎呀，红灯。姐，不着急啊，慢慢开。这是狒狒，别撞他，这是狒狒。不想待这车了，很不友好。尽量的把它画的像他了。我给他画的大电撞。也十全十美。还可以这样画呀？为什么是一只眼？哦，他在 wink 的时候。借你一只慧眼吧。咱们都坐着，咱们有钱。买，请客。请客，不行，买一个哥给你买。行，你树上不有吗？你自己整的吧。走，爬树。走，爬树。摘椰子。捡小石头。不。不会啊，你看跟我姐姐是一样啊。你要真诚一点，走心点。你首先你要停顿。不会啊。重来。来。好。